科技进步，越来越多的计程车驾驶加入车队跟轿车平台，但是依照现行的法规，一辆计程车只能加入一个车队。现在司机们希望法规可以松绑，要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跟客源。不过车队的经营方倒是认为，这司机加入太多的平台会造成管理不易，反而导致服务品质下降。计程车穿梭街头，为了生计忙碌，但受到疫情与大环境影响。做到2000块的话呢，要超过15小时以上了。跑足了16个小时，可能3000块吧。现在真的急拍坦，因此有参加车队、轿车平台的计程车驾驶，希望能够多点载客机会。不过，计程车客运服务业申请核准经营办法第16条规定，同一车辆以委托一家计程车客运服务业为限，不能跨平台获得工作派遣，让司机怨声载道。减少空车率，然后呢，也可以增加驾驶可能的收入。他可能求偿无门，3-4个车队在身上，不知道哪一个车队要赔。而关键的车队业者也有话要说。定了这一条以后，我们这10多年来，我们的计程车司机的素质、服务对乘客服务的品质跟素质提升了多少，就没有人会下来认真的管理，因为平台业者只要负责派遣就好了，那司机的水准、服务的品质绝对是往下走。也认为要让计程车司机赚到钱，采取总量限制或是取消大众运输补贴，提高民众搭计程车意愿，可能会比松绑跨平台限制而赔掉服务品质来得立竿见影。华视新闻张志勤、李世健台北报道。